我去查过了。怎么样？前面有好几条岔路，不知道他们走哪条路去呢？怎么样？你看了半天，看出什么名堂没有？大约逃出了四五个人。走了四五个？那也成不了什么气候。哼，要是其中有胡德帝在，那就麻烦了。哼，胡德帝是什么东西？他在江湖上声望极高，曾经三上中原，和各地的人马都有联络。照你看呢？我受皇上重赐，自然要尽力而为。我们有五个人，各带人马分头去追，再行联络。嗯。哎，过来。